我是刚刚那时候拿到113年，12月9号。8:51，出发的是西湖车。杨梅发车就沿用芙蓉的绿色为上方的主外。8:51，西湖车9:33看芙蓉8:51是。右侧开门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。出门8:52，是对。什么？我去吃了一个东西的。等一下，你看了就会有印象。哎，是二案子哦。我阿发车叫杨洋瘦，单左右摆行圈的。502圈的在洛阳站。4月5号先行驶离，4月3号大家准备行，还有4分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415是9:30。1502圈的，嘎嘎。我去吃了一个东西，因为很咸。对啊，一直。报警！我刚刚看到，要停一下，要小速，我就把它按掉了。拜拜！我的1502圈的，再转那谁？我确认那地方。对，54分49再见。